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新款的三代定位灯控制器。那这一款定位灯的特色在于，它有四种定位模式跟17种刹车闪烁模式。那这一款它的开关方式是随着小灯一起开关，小灯关的时候就会一起关，然后开小灯的时候方向灯会一起很亮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它有哪四种定位模式。这一款定位灯是透过线控来控制，那正常这个线控是要藏在车厢里面，或是固定在龙头。那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比较方便看。那现在我们要设定的话，必须先两个键一起压下去，然后会闪烁三下进入设定模式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第一种是那呼吸灯模式，呼吸灯模式就是目前所看到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要看下一种。下一种是飞行模式。那我们再看下一种，这个是原厂模式。原厂模式就跟原厂一模一样，就是说只会亮尾灯，不会让方向灯很亮。那这一款，现在是定位，方向灯很亮的定位模式，就跟一般定位灯是相同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设定呢？现在先选择一个自己想要的模式，例如我现在想要飞行模式，我选择好以后按下刹车，那现在就已经设定完成了，那就可以直接上路喽。